哦，啊，哦，你把帽子转到后面去。好，真的，我要戴。对，嗯，不要紧张。这是爸爸的训练方式，是不是？目标比较大一点。对对对。那你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什么意思？我不要怕，我感觉我很怕，就是。他待会就是要把那个气球射过来。啊？你说他弓要射过来？对对对对。我爸刚没有射超。 十分的，你叫他要射，我已经调整好了，你放心，不要怕。好，我准备几攻了，你不要动。哎，妈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怎么有这么怕？三、二、一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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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预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啊！我想说，我爸刚刚10分钟瞄不到我，这下Ricky啊，Ricky啊！哦，哎，刚刚戴上眼罩之后很紧张哎，但我觉得好像有可能会很近这样子射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会走到很近。对对对，我想说，哎呦，我这也太可怕了。看不到。这idea是猪爸爸说的吗？我就说我爸最好了，你看多会做效果，你看，对啊。 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对，真正的小客有去练习过吗？嗯，哇，哎，帅哥弟弟，才做几年？君如，君如，君如，那是小弟，对，最小的，对，姐姐是准备什么？像要他这个是，这是紫鲍鱼，啊，紫鲍鱼，樱桃鸭胸，南瓜汤，我觉得好浓郁哦。的确，它的南瓜都很值得。爸爸最喜欢这个，对，非常有特色。我丈夫接口，哇，他的拿手菜我几乎都吃过了，所以你慢慢来，就。 这个南瓜汤吃起来好像茶碗蒸哦，对，每一勺都这么稠，炸炸出来浓稠，嗯，蔬菜熬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，而且加它带一些奶油那种香味，嗯，好吃，香料的香，然后再加上有点它还用那个番茄的甜去再去做处理，然后还加上了一些蛤蜊的那个汤汁。 把按第一次看到就知道我跟左左的时候，你是心里是想，我就觉得左左去玩了，玩什么？这么帅的男孩子，一定是被他把去的啦。温西野啊，上一次去牛耳石到公园了，我们去吃套餐，是，哦，威廉请客的，嗯，我以前都不敢吃鱼哦，哦，那您，所以所有家里的成员都知道，你不吃鱼，但是想不到。 威廉很贴心，把鱼南红猫啊，红猫啊，把刺全部挑掉拿给我。我第一次有人帮我挑鱼刺的，就是威廉。哇，太贴心了！我这三个小孩，嘿，还没有，我老婆也还没有。所以第一次有这样的待遇，就觉得这种女婿我就认定了。OK 了，我女儿嫁给这种真命天子，下次有鱼的话，再把这一样，哎，讲了半天你都没有，哎，我帮你弄一个鸡腿啦，因为你今天也算有点惊吓过度。哇，这是鸡腿，这是鸡腿，哇，你好有诚意哦，好感动。不是啊，你看看这个有多嫩，这样一拔就下来了，来来来，这个好多汁哦。 这应该已经是我们亲戚里面算是最会做菜的，一定要扳回一城啊！不过因为我妈上次真的是太惨不忍睹了。第一次跟威廉的妈妈见面，嗯，好像我们已经是。
建筑30多年没有见过你，你坐下来，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比武林机枪还快。我就只有听五分钟以后，我才开始介绍。弟弟来说一下，弟弟讲，这个姐姐在这个家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很角色，不假思索就有答案了。我怕爆料，他可能回去会出事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这可以再剪接的啊。好，像是说我可能想要进他房间跟他拿个东西，他说不要，他说你借一下，他下一秒可能就是那个剪刀就飞过来了，飞过来。但是小时候有受到什么刺激，是不是？我对他是疼爱有加，这三个小孩我都是一视同仁。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就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受什么刺激了，在我家里是没有的。很明显的，你岳父正在推卸责任。一开始呢？我要叫岳父爸爸或者是我岳母为妈妈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有一关是有点没有特别过，卡过去卡蛮久的。因为爸在婚礼上也抱怨我这件事情，因为直到结婚登记我都还叫叔叔，那个爸一直叫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刚刚在设计你的时候你差点就输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察觉啊。他老爸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，是他是我小我一届的学弟，对，所以等于他爸我们以前就很熟。但叔叔在师大一起的没有，刚刚又叫叔叔了，是吧？因为刚刚我你没等听到声音，那听到我会大队给他查了。我讲完以后两个查他，他们登记完以后一直叫我叔叔，对，心里就在想，好，在宜兰，要结婚婚宴。如果还是叫我叔叔的那一刻，这就要翻桌了。我就不会把金姐的手交给你。我说你看大香港就啥样，有叫吗？有。他事先可能有想到这一点。后来很多应该一到宜兰啊，好远哦，100公尺远就开始走吧。卓爸还不行哦，要爸爸。爸，那卓爸还是很有点隔壁王先生，有没有？那唯一爸那个送啊，安尼哦，叫两个亲戚来听看麦。爸，我说，爸，我进。哇，啊，那你也要一样啊？我已经叫了，已经叫了，很早就叫了。因为这里有个例子不是很好。没有啦。对，好像真的到婚礼的前一天的吧，我的心里才可能准备好。好像那个 moment 的切换模式，就是你已经不再是男朋友女朋友，就是已经是那种真的就我们是夫妻要走一辈子的那种感觉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就两家人就是合而为一。这样，所以他们对我爸都非常的熟悉，而且大家都算是在中部区域，都是这样子任教。对我爸，好像大学的时候风评。好像还好。听说那时候我爸有去追足球队的女生。哎呦，还有这一段，也有这一段。因为妈妈是足球队的，是木兰队吗？第一代，对，第一代木兰队。对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周台英，有一个国脚，他比他慢。所以我想说啊，那会不会造成那个过往的一些状况，然后造成分数？对。那弟弟赞成这样的婚事吗？那应该不是敢不赞成，那没有话语权呐，没有话语权，没有话语权。龙头上在你姐姐那里。对。小客呢，常常上来呢台北玩，那都会借住我们家。总是每次他走的时候，他就会用一种深情款款看着我，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姐夫，加油，加油。”海珠没事啊，没事，你好棒啊，赞！我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算是还蛮嗨，蛮开心的。当然了，我看到你就这样，因为他这样对你，我觉得已经是神明等级了。他那天本来还叫我带香出来，对吗？最好是有炉子了哈，时不时还拿起来闻一下。他很尊敬你，因为你是他的那个偶像。我们三个小朋友就是小时候都是看着电视，然后我就坐在前面就看着。顺哥在表演，哇，很精彩，每个人笑哈哈的，就一路看过来，你看现在这个缘分。我觉得左左这一家人，爸爸的个性呢，就像海派漂配的欧高兄，这个弟弟呢，又是一个中规中矩，像上班；妹妹呢，是一个甜点的艺术家。我觉得威廉他就像一个很懂事的一个人，他拿了针线，把所有的这些距离慢慢把它缝起来。你姐的那个甜点也非常厉害，当然了，这边就是我们的本地路，我们的口味的话也会有很多。
还有香肠。你要不要直接拿起来？非常浓郁，然后口感的咬劲非常好，那外皮的那个焦糖感是非常欧洲的，而且就带一点点微微黏牙，因为一般蛤蜊露要做到这么湿润或者这种咬劲很少。最近啊，因为订单比较多，他都做了三斤半月，真的哈，我都会帮，你在帮忙哈。帮忙煮给他，让他喝。哦，真的、哦。那真的，那个帮他订了大单的人，真的要好好感谢他。是你他，好像就是我。我跟他订了100份啊。而且这个过年吃这个也很好，对，很像一个元宝。元宝。其实我从小很喜欢吃一个东西，是慢慢从边边咬。那小时候怎么样？旁边比较脆。对，然后呢，它每一个地方那个渐层进去的感受都不一样。我等一下会把我的柱子给你。对，我有，我帮你准备啊。你只要塞哦，就贴心的了。去哪里就想他看到一件什么东西，就觉得说那个朋友应该很喜欢这个东西。他就把它取得，然后送给他。啊，你早上可以 complain 吗？不会哈。他没听过。你没听过。我坐在他这边，不会插队，不错。不会不会，我回来也不会讲，我只会跟着一起念而已。对对对对，把你挂一挂一，就是有人在念，就乘胜追击了。有一次我们去合欢山，那我没有追过雪，他去日月潭，然后没有转进来这边。然后就不小心被爸爸知道了，爸爸就在念他。我说对啊，我有说哈，我有说要不要进来。我对小孩是不会要求，像他们从8月21号结婚到现在，左手还没有回来过，4个月整整。啊，你有去台湾？我去台北，我也不会去找他，因为我不想麻烦他。后天就是我去爸爸接14年的同学会，好的时候。知道了，帮你煮，我就因为要去了，没有要去，就算我要去，也不要让他知道，每个人都要入场的，哎，就我要回，有这样的岳父，有这样的岳父，真的是一种幸福啊，他处处都帮别人想好。左左有说哈，他也很喜欢吃一间蒸饺，他说他可以吃很多颗，听说是100颗。如果是我带3个小孩去，那绝对是超过100颗，绝对有。3个小孩，我想一直想要看这个传说中的蒸饺。如果他没有吃到100颗，是不是那个余额由你来补？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在挑战看看，挑战100颗。真的吗？有这么厉害？哎，面包，面包，哎，哥哥，这个我没有听到你那个民间传说。蒸饺就是100个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。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发育期，国中的时候，所以就非常爱吃，很多汁，然后它的那个酱料也是帮你调好，很好吃，一定要配。鲜肉丝汤，你100颗还有配鲜肉丝汤哦？那个时候还会配一瓶奶茶。哇塞！今天你老公要跟你呢一样，当年的最会吃的100颗蒸饺，他今天要挑战。我试试看，挑战看看。怎么可能？你就等我挑战回来，我就要呛你。OK， 呛爆！你夸，一共真的。我们去看看嘛，到底是不是好吃？我刚听起来给我夹到。这个了啦，热腾腾的雾气，有没有蒸饺大王？是不是？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你好，哇，好可爱的老板娘啊！老板娘看起来最多28岁，没有没有，我16岁了。哇，年轻年轻，看不出来。开心，是是，这位是老公，儿子，哦，哦，是你，儿子，哇，阿婶，阿老婶。是啊是啊，阿妈呀，阿妈，第一代，第二，经营多久了？50几年了。哇，50几年了，不得了！你们曾经最多有人吃多少？
最多有吃石龙的妹妹，会不会就是你老婆？对对，我可以看看她照片，是她吃石龙是吗？是吃石龙的妹妹啊。哇，原来你老婆的外号叫石龙子。石龙子，我远远的看到，哇，这个真的有这么大一枚。一楼十颗，哦，那你五十元，一颗才500，好便宜哦。你数学好好哦。我又想起我儿子那一题了，一条绳子40公分，三条绳子43公分，全世界都笑了，难过。我不能被老婆看不起，我要挑战她，我要来10个。石龙你负责，嗯，金针肉食堂给我。而且他们这边好像菜是不是都可以点来点去，别家都可以叫来叫去。而且他们都用那种板凳的圆桌，哎，真的。吃东西方便。来这边吃东西，感觉要收红包啊。对对对。哇哒哒哒哇！啊，我这个女儿，来。热腾腾的，这个快看不到镜头了。来来来，先把两笼放旁边。好，这样子镜头就可以看得到。哎呦，烫烫烫烫烫！来来来来，烫！好烫！这次我认同你。来，开始。第一颗，他为什么不说8笼5笼啊？一定要说10笼？嗯。它的蒸饺是真的好吃，蛮特别的。它的蒸那个皮呢，其实有点 Q 软的那一种路线，肉汁很多。我觉得它冷的时候应该也很好吃，对，因为冷的时候那个面皮会比较甜，比较 Q， 对，对对对，哦，带有一点里面有点空气感。你有90个、哦，嗯，不知道我们节目有变大胃王啊。听无嘴大富贵，我只卖是听无嘴大巴肚。你们有在挑时间要生小孩的吗？有，我想说今年兔宝宝也很可爱，龙子也不错，因为感觉都是生龙活虎，都很有这个动。可以的。对，因为我很害怕，如果我的小孩是很文静的，我就没什么话聊，就只会一直叫他打给顺子阿伯。各位。没有说是，一颗吃完，一根吃完。来来来，先放前面。那我平常呢，如果没有节食或是就是克制的话，30颗左右。那很厉害，我现在大概就是说非常饿就12颗。而且它吃起来呢，完全不会干，非常的舒服。我已经开始要吃鸡汤，金针肉丝汤。小时候我有听你的哈，嗯，那是你们家的事，我干嘛听你？对啊，不会，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，非常的清甜，没有加太过多的佐料，然后汤也是清的，肉丝的油被炖煮出来，晶莹剔透。这你看它下的料就是一把，对啊。来，第二笼解决。真的假的啊？对啊，不要只顾着亲情，失去了外表的行情。能不能变？我们等一下结束是去哪里啊？全羊烤肉。哇塞，开始有点饱足感了。它到底怎么吃？哎，我现在才吃到第10颗。我已经吃完25了。可能还可以再帮你吃两颗。我吃12颗，嗯，1年12个月，对，天天都祝你们幸福快乐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的88颗，嗯，希望你这一辈子能赚钱888，嗯。哎，李哥，啊，你没敷脸吗？没敷脸那不来啦。但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爱吃的女生的，那如果爱吃，你才有机会带她。哎，真的，是吃任何的一些美食，尝尽人间美味，而且看人家喜欢吃东西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嘛。Many， 有没有欠蒸饺的？我们这里有爱心蒸饺，你可以吃3笼的。嗯，哎，来来，我送1笼过去。对，因为呢，这一笼的象征呢，就是象征威廉他们家的幸福。这顺哥的幸福，这你老公吗？哇，这养得不错呢，哇！扣掉12个，我已经吃快一半了。不要客气，有需要再举手。我们还有剩下1、2、3、4笼。那个姐姐要吃蒸饺吗？
哦，我一定请你吃哇！这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蒸饺，我们现在哦在帮那个威廉先生哦。而且这间蒸饺呢，是左左说一直想要带我来吃的。今天一百颗要通通吃完哦，真的？要不然回去会被罚站呢。然后今天终于吃到了。哦，哦，你尝试没有关系，继续吃。一笼够吗？可以哦。哦。哦，好饱哦，小孙。哦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呢消化了两笼了。上面有没有空笼子？还我们一个。哦，你看。哦，哎，那一对神仙眷侣啊。对对对对。来，我们这边还有三笼哦。嗯。来，这位帅哥，不用再点菜了，这边已经有了。来，哦，来，快点快点，坐这里。好迷人哦。来，哦，你看我肚子。你本来要叫几笼？他们要叫一笼，哎，因为现在叫一笼再送一笼啊！来，你还有没有要吃？哎，你们这几笼，来，再吃一笼，你坐下，坐这边来，坐一下，来，再送一笼，三笼，你们三位 play 一下，对，耶，很好，不用再付钱了，我们已经付完了，幸福要跟别人分享。你干掉了38颗，我干掉12颗，所以我们干掉了50颗。威哥，你太了不起了！耶！埔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那刚好也是我北体学长在那边当经理。你看，有两个蒸饺，很埔里，有学长在做什么？露营区，然后又有很漂亮的树屋。这离我生命当中的理想国非常接近。真的哦。你有看到我有双眼皮了，开始要想睡觉，这样有没有帅一点？有，我觉得这样很帅。啊，你们慢慢吃哦。好，那位老板娘，谢谢。你好。幸会。怎么称呼你？叫我轰轰就好了。做事情都烈烈的，轰轰烈烈。好的，你是原住民吗？我一半。一半，对，哪一半？我看一下。对，后后半段。我下半身是原住民。上班的事情，那遗传到好的部分算不错。那第一个工序从哪里？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个布袋哈，布袋，把那个豆子放进去，就是用甩豆的方式，然后把这个壳把它去敲出来。以前甩小米，现在甩咖啡，来哦。兔子经常都是从布袋出来的，这个兔年要跟大家来真的是展现一下。没有，我们送水洗豆。这个是还没去壳的时候，但是甩的力道要怎样才是恰当的？甩的时候其实是看一个人的修养，对，一些生活压力。OK， 他应该会炸，就是这样子哦。对，这样大概这个力道，大概这个力道大概去甩在20下就。说君者很好，你说的都好，我没有意见，你尽量要求，累死应该。什么时候要你补这句？那是我的命，我的命。说我都出去玩，明明就是做工作。夫人怎么称呼？婉欣。啊，不然你试看这个。婉欣。你试看婉欣。赚钱哦，都汇给你。连房地产都要转给你，房地，什么？房地契是他的，对，什么都是你的，剩下500块，怎么过生活？对，你为什么不体谅我？这样多辛苦，我还要哪里用钱？钱都赚给你，哎，不，来一下，俊哥，你知道？小狼狗，不是，我平时都这样子，怎样？来，我看一下来。好像卓君哲，好像我觉得我老婆，果然太懂了，我懂你啊，我懂你，我懂你。阿里山从下个礼拜开始应该可稳的。你这个桌子有没有再长一点点的？因为开始会有游览车来这里，刷，所以这差不多的，差不多。以这个怨念啊，这个怨念。哎，真的就这样子，它就像脱衣服一样就脱了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们用吹气的方式，吹气，对，然后把那个壳吹。哦。宋哥，你不要这样抖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要抖出去的征兆，就是像我们这样，对不对？中风的征兆的，像我们，那我们是这样。我这每一颗都很重要，没有多一颗在外面哦。我们一二三一起吹气哦，把我们哦心里面的怨气烟消云散，把它吹掉。来，一二三。
所以这个大家很开心，知道哎、欸，那个上级指导单位一直在打 pass， 我们说我们知道了，上级都这样，对的对的对的啊，但我们在那你们注意，我们在拿注意干够啊，不要，我们要进入烘焙的阶段，那我们先把那个咖啡豆倒进来这边，这个烘豆大概的技巧是什么？以文火。就是慢慢的去让它受热。所以其实我是一个耳朵我会听到很敏感声音的人，我刚仿佛从那边传来一个声音呢、啊，不是那个，我听到的跟你不同一句，不要不要，你听到这种，今天晚上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收过来打扫，给我收回来，这样子一个摆荡可以吗？可能大一点哦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然后怎么样？让它均匀，均热哦，弄一弄的，打开是爆米花，可能是我的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轰错了，轰花。在那个里面放玉米呢？走开！很多人看了我们节目多舒压，在那个群组里面传上来，就是说其实他不孤独啊。原来我们不孤独，你会发现很奇怪，一样的动作，可是威廉这边他完全是还是生抖的样子。嗯，对对，因为我慢工出细活，他结婚的时间比较浅，我还在新婚。你结婚多久了？我结婚啊，玩着。哦，你知道多久？多久？没有，哪有，不敢不敢。哎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我没说错啦。对，你哪里有说错？你刚刚说，你根本没说，我有讲。你看，这个我们是一国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叫轰轰了，你会不会轰出门啊？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。像我的话，我直接这样。嗯，让他在旁边这样。哦，我太散了。而且已经出现很多火花了，对，表示它更熟了。对，它的那个外面的银皮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二氧化碳从里面冲出来，就准备进入二爆了，把它倒出来，烘焙程度差不多了。你看你的豆子比较深的时候，它是比较小颗的，对，它烘焙好的时候，烫。那它会爆里面的空气，从豆子里面。哦，好啊，这时候再怎样？再冷却吗？这个手工这样蛮好。哦。又多了一层，变色了。嗯，做的很漂亮。哎，哦，很美。嗯，它有银皮要吹掉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体验。啊，你老婆是哪裡？台北还是哪里？我们那就嘉义市。哦，那还好，他就上山而已。金长一生气，就回家了，下山。公车很快，一个小时就到。对啊，因为太近了，我要等公车。你出去的时候遇到他，说：“还在。”刚刚。不能不能让我们多宣泄一下啊！没有想到回去被压抑，这里制作单位也要压抑我们，还刚刚叫我把手放下去。我倒进去之后看一下。现在是这个状态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一个漂。哎，难怪你，难怪你只举家一次。爸爸是周子你在养。知道为什么爸爸到现在还对他这么的忠心吗？对，因为我爸爸是标枪的记录公司。还是哇哦，是不是？去哪里？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只刺猬，就是他爸。啊，背后还有六只啊。什么都是你的，剩下500块，怎么过生活？钱都赚给你。太好了！阿里山的姑娘美如一个漂亮。然后那个锤的力量要怎么锤？就一开始的话，我会先用压的，因为它是硬的东西。哦，是。对，比方说，那你可能先把稍微把它压。哦。压碎了之后，那我们可能用像磨的方式，像咖啡对香的。哦，真的嘞，好香哦！我们刚刚到现在一直在破坏这个家庭的完整性，跟破坏这个豆子是一样的。我们就像是坏朋友来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掉。到这边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旋转的方式。旋转一下吧。哦，这应该是所有的过程中最累的一个。嗯，那各位先回去休息一下。好的时候，我刚才过来。对，你有看到团团跟圆圆在还在磨，两个黑眼圈了。我们的表情，一定要帮忙大家闻到那个香。
宗主的那个祖灵要怎么召唤？对，因为召唤来了，他们来监督，他会变得更好。我们不会在非祭典场合去做这种事情。哦，不能随便请就对了。歌也是正式的，有意义的，不能乱唱。哎，我以前算是海边长大，要不然他唱他祖灵听不懂，祖灵那个 pitch 会跑掉。祖灵说那个是谁啊？那你来哼一下。我们召唤我们的那种欢喜之神。啊，这盼呐，慢慢的，这盼啦。你不要抄袭别人，不要抄袭别人。我昨天被你骂得好不舒服。这是欢乐王吗？我是社恩，这是分享痛苦的过程。你叫我去洗衣服，我突然想问候你老母。好了，唱歌了。等一下我们进入首创的阶段。首创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就进来嘿。好嘞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她本来以为她遇到那一个老公就已经觉得这个样子的，现在还就一次来三个。今天顺哥还有威廉哪天证明就是我是正常？对，整座山上只有你不正常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好好检讨你自己啊？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人夫团。每个笑得像什么傻瓜一样。灿烂，我们就是这么的纯粹。狮子哦，好狮子，狮子朝外，狮子朝外，对，你手狮子朝外，你一定要跟他的啦，顺哥，狮子就朝外嘛，这是才朝外啊，这是面对我是朝内，朝外，不要动，啊来，安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这我原本以为我只有我儿子女儿在的时候我会那么暴躁，面对你们我也蛮暴躁，这个绿子是纸浆做，所以它有一些纸浆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下绿子。走一圈，对，把那纸的味道洗掉。亲切的糖一瓶匙，直接进去了哈。然后就上面搭去，然后再来做一件事情，布粉，这样轻轻的转，让它表面是平的，薄厚度会影响到它萃取的浓度。正中剪下注，然后顺时针绕个两圈之后，我们就拿起来。对，按大小的话大概跟50元硬币大小一样。嘿，那就要停手喽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因为让它做闷蒸，对，让它里面热水、空气、咖啡粉去做一下结合。顺着水都紧紧沉下去。好，中间剪下注，然后维持一样的方式，我们绕大圈之后，我们绕小圈，你看蚊香石方，从小绕大，然后再绕回来这样。如果气泡很多的话，表示说，哎，这个是刚烘好的豆子，它会很新鲜，它会。风就是富有很多很多气体，然后在手冲的咖啡要喝之前，一定要这样轻轻摇晃，摇晃一下，让它，因为它浓淡度是慢慢堆叠上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倒两杯，完全回避，香，好，来，请两位老师，这直接到胸腔里面去。那我们也自己喝看看。你是喝到肺里面去了，是吧？要喝到这么大声，大家来嘛！这个难分胜负哦。我比较喜欢这一支啦。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一支。如果以比较专业，还是说比赛的口感、口味的香气的话，是这一支。可是这一支的话是比较普遍大家可以接受的，它这个多了一点酸。比赛就是有一个项目是酸。你咖啡沾的香，它没有那个酸度。没事。对，因为有人他讲的笑话都比较大众。对，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大众，而且他也是，当然了，他也是大众比较认识的。那我们服务一些高端的。嘿，威少，威少，你去哪里弄来这一台？其实这个山庄是有老爷的，坐好坐稳哦，这是电动的，非常安全。我第一次坐你开的车耶！现在我要带你去看一下，到底呢园区有多大？而且你看他把那个街呢照的呢，就好像去到一个山里面的部落一样。今天早上我真的是被鸟叫醒的，就会听到，就是来尿来尿来尿。对，它其实有一些建造，然后但。还是有保留很多那种原始的感觉，是是，这个园区真的太大太大了，要有一部这种接驳车会比较方便一点。
哎呦，这边还有变形金刚呢，小朋友格是真的，小朋友一定很喜欢那一个。而且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哈，是一个呢哈比人住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，快乐快乐真快乐 ，Happy Happy 真 Happy。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呢，一个广告歌。哦，广告歌哦。对，早安。早。有没有睡得很饱？哦。你有没有看到超多的网红点？游客来这边的就是拼命拍照了。对啊，那不止哈比屋，又像七个小矮人的家哦。对啊 ，Hello， 妹妹，嗨，你好，哇，是不是拍了一整个早上了？哇，就很好拍哦。阿邓爷哦，在你家出名头被讲啊，我好皮啊，我可能阿孙哦，吼会本人哦比电视较歹啊。哦，电视较歹。哦，电视较歹哦。阿邓爷爱玩电视啦。这样很可爱耶。来来来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嗯，你们从哪里来？耶。真的很大，好舒服哦！哇，这一上来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对啊，跑到人家的屋顶了。这种斜坡，对，最适合做一件事情。什么？就是稍微休息一下。好好好，来休息一下。哇，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，你先让自己身体舒服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去运动一下。哦，好舒服哦！那天我不是录一个节目遇到你老婆吗？对，我第一件事情跟她说什么？说不好意思，你为什么要？我一直跟他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对不起？你老，我现在最近经常跟你老公睡在一起。哎呀，真的是哦。喂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